太高了啦！你看，嗯，有肩膀，203呢？最猛身高差。先打嘞。阿顺，你打哪一路？但我玩过传说，不会玩。你没有玩过。对，所以是我打过，你打过。平常就打枪狗，然后你现在又打枪狗，你就会想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平常是？我平常打架的，我。那你现在打？我现在去打。这样就对了。开始了。没有，我是那个调色师。看你要不要讲。我要怎么弄？先。我不太会用。我6年没玩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叫玩一折就好，因为一折算是，但是一折我丢不到，不就很糗了？不会啦，怎么才丢不到？你要想一下你的对手是谁？阿顺。大家戴耳机，戴一只耳朵还是两只耳朵？还是没声音？还是没声音。我是今天代班的领队。今天需要打扮一下。他怎么杀人了？没事。又要跳过得到，我得到技能。哇！还没有毒死哎！啊！13次了。你这是负责死的吗？负责死掉的吗 ？S 他。袋子，哎，他会玩啊？为什么？他会闪现呢？不外骨，皮膜会玩嘞。我被看到了，我被看到了啦！皮膜必须死！啊，不要！打灭蝶丝。那个星斗很强啊，在干嘛、啊？为什么他会玩？不知道的。他是篮球队的吗？让我搜索。Gary。那个是谁？皮膜啊，砰砰啊！杀我！太扯了！哎，那很贵啊，不行呢。原来米燕星斗要超推超准的，真的。做的错，来是。耶！看一个赢。没关系啊，明天继续赢啊。好玩的，和电脑玩是差不多了，可以没玩电脑了。我或许其实现在变成完全不接话了。呀！是你啊，所以你不会玩，你在骗我。必然的，那没错。他们叫我玩这只，我就玩这只。他们说这只效果比较满，我就叫我玩这只。我也相信，然后可能第一次玩。是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6年没玩了。6年没玩了。哎，我一直死吗？我一直杀你。一直杀我。要。没有 MVP， 其实应该是我们的中路明彦，应该是中路的那个明彦，其实他才是 MVP。对 ，OK，Nice， 还有挺凶，兄弟 ，OK， 可以吧？没问题啊 ，OK， 对，一杀18死。不要再防我，我现在很气。对啊，没有杀到人就已经死了，这样还要玩什么？你不是也把他射死一次吗？是吗？啊，对耶，他那一时间是我。有啊。对呀，好像是你。对。对。我忘记了，没有帮到什么忙啊。没关系啊，你会打棒球就好。OK，Nice。阿顺在旁边一直教我，结果他一直死。你是在我旁边心里干，你到底会不会玩呢？不会。第一次玩，这样子不错。真的？第一次玩这样不错。让他玩，你觉得？太夸张，很有天分。他到最后都是针对性的呢，他都从野区直接跳出来，然后说慢了，跳哇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对，他就是要抓你而已啊。对啊，他刚有讲对不对？他就在里面有讲，知道。抓提莫，提莫必须死嘛。MVP， 恭喜。我明天咖啡。